我是吴耀汉，我是演员。做演员最紧要就是把握住，不要说哎嗱嗱嗱求其收个钱，不问得的。面长长，二撇鸡，皮笑肉不笑。他是吴耀汉，香港演艺界一名出色的冷面笑匠。今日中午突然传出吴耀汉离世的消息，终年83岁。吴耀汉入行接近半个世纪，参演超过8部电影，更加2度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。又创立过电影公司，除了幕前演出，亦出任导演同编剧，对香港的电影圈贡献良多。吴耀汉首次踏足香港娱乐圈之作，就是许氏兄弟的《双星报喜》。不过真正将吴耀汉推到高峰是1983年上映的《奇谋妙计五福星》。吴耀汉当年更加为电影全裸上阵，不过牺牲值得，为他带来首个影帝提名。90年代中，吴耀汉开始减产，之后举家移民英国，只是偶尔客串电影演出。近年身体出现多处毛病，只好被逼离开大荧幕，抛下冷面笑匠的身份。你以为匿埋呢度我就玩你唔到啊？你化咗灰啊，我就会收拾咗你啊！睇到我嘅咩？我隐形喎，隐形，我都想啊！猫猫猜过，你个黐线啊！正常人点会咁讲噶？消心中钢铁心，而家咁老老嘅人都可以喺呢个世界生存。老友，你点会入嚟呢度噶？你都黐线嘅，我系因为神经入嚟噶嘛，唔系因为蠢入嚟噶嘛。神经同埋蠢都系两回事，知唔知？蠢猪。从来是你用诚意，恨我献上一身不智。我哋揾咗你好耐啦。为人是骄子，我叫你生蛋，生蛋。几多钱 ？Hello， 佢知道10万，恭喜三文治，三文七，点揾嘅？恭喜三文治，恭喜三文七，面包，牛油，啊，鸡，火腿，面包。牛油，啊，鸡蛋，生菜，番茄，唔识做啦，再打块面包，咁多层，仲唔系公司三文治？啊，明唔明？唔系唔系，我知啦嘛，啊，西柚汁啦，西柚汁，西柚，西柚，汁 ，OK， 你加啲肠仔啲，哦，乜肠仔又会话你食我咩？我冇同佢讲啦，我俾佢睇啫嘛。来写我未来，诶 ，very good， 康三明治。人生戏剧里透视，能演更动人故事，能延续便有意义。成和败努力尝试，人若有志，应该不怕迟。谁人在我未为意，成就靠真本事。真心啊，输你咁耐都唔知道你有咩嗜好添啊！做个真的汉子，有冇咩良嗜好？有一样，燃烧心中钢铁心志，投入要我愿意，全力干要干的事，从来是你用诚意。我不知道
为要我说道理，豪杰也许本疯子，同做个血腥暗义，沿途世间闯一次，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，成败也不再犹豫，用我打不死心意，留下更美更精彩画面似诗。同做个血腥暗义，沿途世间闯一次，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，成败也不再犹豫，用我打不死心意，留下更美更精彩画面似诗，来写我未来意义，人生戏剧里透视，能演更动人故事，能延续便有意你揸平地俾人着噶。过几日翻嚟，冇食咁多嘢添啊，知唔知啊？爸爸，你有咩梦想啊？听我，听我啊，听我啊！你好嘢，有冇搞错？你个屁做乜咁臭噶？臭嘅点知系屁啊？好糖咧，好嘛？好啊！天睇唔透嘅，几时俾你，几时攞翻，睇佢嘅面色咯。其实咧，赢唔赢唔紧要噶，最紧要系尽咗力，对得住自己，对得住人，问心无愧。成败也不再犹豫，用我打不死心意，留下更美更精彩画面似诗。唉，娶老婆生仔喺世界揾米，屋企扮皇帝，翻工做契弟。咁啊，一齐。能延续便有意义。